在这个班上，我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班我定的题目就是新生命新生活的这个操练，或者就是新生命新生活的这个灵命长进的操练，灵命长进的操练哈。这边是打漏了几个字，应该是新生命新生活的能干，然后灵命成长的操练。所以这个课程是主要不是帮助信徒开始新的生活，养成新的习惯，建立新的人生。你单单领受了洗礼，这个归到耶稣基督名下加入了教会，这个当然很重要。OK，Thank you。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呢，就是你能够继续的成长，能够有基督徒的那个味道要出来，基督徒的生命要流露出来，不是单单的一个名号，单单是带着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个是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希望这个班是这个目的，但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我当老师的尽我的能力来讲啊。但是同学们呢必须要努力来学。那努力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你上课要认真上课啊。假如说你上一课不来一课，就是一天打鱼三天晒网，就学不到。就整个课程只有八九课，你假如落了两三课就缺了一大笔，是吧？所以每次都尽可能要来 ，OK。另外呢，上课的时候要留心来听，我要求大家尽可能写点笔记，我等一下会有一些讲义给你，所以这个很简单，就给你填充，我讲的你把它填上去，这个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嘛，哈，那你丢了，他们一听到就漏掉了哈。不单只说你要来上课。不单只希望你能够留心听课，你下个月回再做功课，对，要做功课。那基本上呢，我希望大家也同时回家读这本书的《熟灵操练的礼赞》，这对这个我们灵命的成长、信仰的这个帮助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这个信仰的坚固很有帮助。就月底能够完成，我们现在定了九课啊，大家稍微看一看啊这个课程。第一个是敬拜上帝的操练，这个能帮助我们校正人生的方向，就是学习管理时间，这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管理时间就是有问题。第二是帮助我们殷勤来读经，怎么能够读圣经？不单只读经，能够很认真的、很殷勤的读圣经，殷勤的读圣经就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这个重要。OK， 第三个是认真祷告的操练，这培养我们灵修的习惯，能够体会跟上帝同在的这种感受。然后第四是团体生活的操练，团体生活操练是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能够怎么建立团队的精神，也帮助我们互相扶持一同成长，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有关系的。然后第五个三重恩赐的操练，就是帮助你发掘你的这个潜质，让你能够把你的潜质发挥得好。然后呢，也帮助你能够投入教会的侍奉，能够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第六课是讲的简朴的生活。今天这个社会鼓吹我们是要很多怎么说让我很多繁杂的事，让我们有很多的追求的一些方向，那我们往往把一些重要的一些方向就没有抓得准。所以怎么能够过一个简朴的，就是清心寡欲，能够胜过试探的，这个也可以学习金钱的管理对于你能够把这个优先的持续生活的优先这个重点抓到，你就知道怎么用你的钱才用得合适。然后第七课是讲到背起十字架的操练，就是怎么谦卑做仆人，怎么能为生来跟随主，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然后第八课是做光做眼的操练，就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怎么高举耶稣基督，就是说怎么能够高举这个公义与圣洁，同时也要流露上帝恩典，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你们生活中流露仁爱和平，这样基督徒应该有的品质。另外最后呢，讲到我们传扬福音的一个操练，就是呢你怎么能够跟人家分享你的见证，怎么能够把握一些基本的信仰的重点。那这几个方面，我就认为这是我们基督徒新生命新生活该有的表现，应该注重的重点。
我前面就是说，我们注重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要操练，不单单是懂一些理论，而且在你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经验、有些经历、有些体会，这个才是能够在这个帮助。这本书就是我推荐你来这个使用操练力站，这个比较老的一本书了。这本在1993年在修订，这个增修版也都是20多年前了。不过这个里面是很有就很那内容很扎实、很丰富给大家看。我们可能希望你要留意这个我们最近持续推行那本书也是同一个作者编的他对灵修神学很有研究，非常好的一个牧师。牧师，我刚刚参加知识会，你就给我推荐这本书，对吧？15年以前。OK， 很好，非常好的书，很好的书，对吧？我们最近看只是另外看一本书也是很好的啊。OK， 我先简单的介绍整个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参加过我的舞蹈班，参加过我的心理班，我在那个班都讲的比较，可以说比较活泼一点。有时候讲用故事啊，讲那些笑话。这个班就稍微严肃一点，你心里有个准备，有准备。OK， 当然做基督徒本身就是很严肃的事，当然也很喜乐，也是很有挑战性，但是本身是很应该很认真的，所以请大家有个注意。好，我们言归正传，先把这个发给我们，每个人可以拿一个。你里面可以拿，没有关系的，很多的 ，OK， 就这样。天地的主也是我们人生的主，只要我们真的这样承认，我们在生活上就应该有所反应啊。我们怎么面对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呢？就是表示对他尊敬嘛，对吧？怎么对这个上帝、这个天地的主都不尊敬呢？这个算信什么呀？这根本不信了，是吧？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嘛，对吧？你表示你尊敬他，我们怎么来表示尊敬上帝啊？其中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来参加这个崇拜，就是大家一起来表示尊敬上帝，崇拜就是这样嘛，对吧？大家一起来尊敬上帝，所以这个头一个，我把这一课摆在头，哎呀，头一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作为基督徒，头一件你要注意啊，也可以说作为人。人生当中头一件要注意，我刚刚给大家课程表里面都写到说这个校正人生的方向，这句话就写在人生的方向。只要你在你生活当中你明明知道冥冥中有主宰，我们都这样说吧，都这样感觉嘛，冥冥中有主宰，就是真是如此，你就应该把这个主宰当作你的主宰，尊重他。你没有把这个主宰当作你的主宰，你就弄拿别的东西来代替，或是你追求的东西。我上次在舞蹈班里面讲过，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什么后面句话什么，他的愁苦必增加。你假如把人生的方向搞错了，你肯定越走越黑，你的路越走越窄。人生的方向，我说说，怎么这么倒霉？这个心里头又不通，那里头不通，搞得这么多烦恼。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位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你生活当中你没有表现你对他的尊敬，
所以你常常怎么忙无头绪，常常会迷失，常常很多苦恼，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很重要。每个礼拜天来，就是重新提后成我们人生的方向。你不以为只参加一个宗教活动，来是操练我们自己对上一个敬虔的心。记得每个礼拜天来都是来操练我们自己敬虔的心。这个敬虔是要操练的。为什么要操练？为什么要操练？你们有没有练过什么东西？你们当中有人谁有谁打太极拳的？没有。没有。你们中国人没有谁打太极拳？你学过一个，我看我就打过一点，你知道啊？这个蓝雀尾的啊，是吧？你知道我学过一点，对吧？这个要练啊，你不练，我最近很少练，所以就不懂，只会这个开始就不行了。你不练就不行。我前一阵子曾经一段时间我是走大明太子那个穿石头，每个礼拜我走几趟，最近少走，前天我只要走，气喘啊都不行。你走的不长练就不行。你脑袋里面知道有上帝，你知道应该敬畏他，你不去操练，你就没有敬畏的心。敬畏要操练，就好像你孝敬父母要这个操练的，又有本事了，特别对小妹妹的事，我才不会有压力啊。那这个要操练啊，你怎么对父母表示尊敬？不在脑袋里面想，要怎么做？大家都同意嘛？这样的了解同意啊，没可反对，是吧？但是往往是我们都没有注意。说今天在这个课上，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重新调整，有更多认识，以至于我们这个敬虔的心能够再次被浇灌起来，最重要的。那你发觉在崇拜当中，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崇拜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应该的，但是在崇拜当中往往有一些不太符合这个了解的一些表现。我这边写了一些，比如说迟到早退。我今天早上我去班级上台上开始9点钟开始，看那个教会里面一半的人还不在，这位置大部分是够不了。哎呀，我吓了一跳，我这人去了哪里？我今天想，我问大家，连表都有调过。我今天晚上讲到很严肃，我不敢啊，不要开玩笑哈，因为我在跟大家开个玩笑。你的手表没有对啊，大家调一调啊。很多时候迟到早退，而且你发现迟到往往是一个习惯，有没有发觉？往往是习惯，不是说因为，当然偶尔一次发生一些事情迟到，这个情有可原，每一家都有啊。比如说有小孩，你临出门他就要上洗手间，拉大号，那你要给他清理怎么弄？那你当然要会迟到，或者路上刚刚遇到一个什么车祸、交通堵塞，这个可能。那有些人不管你怎么，他就是迟到，而且就是迟到5分钟，还迟10分钟，他总不会早到5分钟，早到10分钟，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可能你照到镜子，那个人在你，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个坏习惯，那这个要改。只要你真的知道上帝是我们尊敬的对象，你总不能够说要他来等你，应该你去等他。是这样，越基本的一种原则，你就越一位长辈，越你的上司，有什么约会，你就不会迟到吧？没说你越你的老师啊，什么什么啊，要他等你5分钟10分钟，还问你的老板，你跟他约会，你会迟到5分钟10分钟，老早都到了是吧？我再提醒大家，我们来崇拜是崇拜谁呀、天地的主啊，创造上天地的上帝，比奥巴马还要伟大，比习近平还要伟大，对不对？好，下个礼拜我希望大家来都准时。接着一句话，就是我学一个后续游泳的教练，他跟游泳的班的那个孩子们说的，他说。找到就是准时，准时是迟到，迟到就是没命。他说 ：“Early is on time, on time is late, late is dead。”啊，这个
你怎么迟到等于西昌，你都以后不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啊，不要参加这个训练。Early is on time， 你找到就是准时，准时已经迟到，迟到你就不要再到了。会记得哈，你们来崇拜应该是如此。你可以想要能够当牧师啊，我准时才到，匆匆忙忙跑到台上，这个已经是迟到有问题，对吧？所以大家也记得下个礼拜，记得这个崇拜要穿好练哦，练就是有行动啊。那下个礼拜我来点名啊，是的，50分我就点名，看看到了没有？你们早点来，安静地在那边预备自己的心，然后祷告，预备敬拜，对吧？有人进到礼堂是遇见了，然后我不要换啊，跟大家谈话呀、啊，跟这个聊天啊，这也都不合适。进到礼堂就是安静，应该很安静的结束。有人进到礼堂啊、崇拜了，一讲到牧师，嘴巴一张开，他眼睛就合起来，安息土怀，安息，有没有跟你讲东倒西歪还打呼？啊，这个。假如说他老人家身体有病，这个情有可原，也还要很佩服他。他身体不舒服啊，这个特别有些糖尿病啊，还有什么，他们吃的药很容易昏昏欲睡，这个可以了解。他们身体软弱还来做礼拜，那我们给他鼓励，我们要表示敬佩他。但假如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是正常的，平常做什么事都非常精神，这个什么一坐下来听讲到都是。摸进大厂，你看我们做牧师讲道理都没有兴趣啊，一点没有鼓励了，对吧？我一讲道理就睡觉，这个实在糟糕，啊，对不对？你记得啊。所以啊，下一次说你看见旁边的人睡觉的时候，你鼓励他一下。你自己睡觉你不知道的，要旁边的人鼓励他一下。假如旁边的人跟你讲话，你也提醒他，不要讲。我们自己讲话的人自己往往不觉得，你就跟人家讲，人家都不听。假如旁边的人跟你讲话，就，真的，你不要骂他啊！对不起 ，OK， 可以的，知道啊。还有呢，在崇拜当中，非不得已不要进进出出。有些人呢，坐2分钟就出去1分钟，我回来坐2分钟出去1分钟，坐不稳的，这个也不正常。就你要到洗手间，早就去洗手间，除非你拉肚子那地方。啊，你身体不舒服，这个是可以的。假如不是这样啊，比如年长的长辈，他要正式半个小时要到洗手间一下，那也可以的。一般弟兄姐妹不是这样，都不要整天都是跑来跑去啊，这样就影响整个聚会的气氛。你要表现尊重，对吧？这也是注意的。你只要去听音乐会比较有规模的音乐会，音乐开始演奏不能动了。比如说，哎，我听了一半不出去，这个是很。不，大家知道啊，注意，你听音乐会不能动，人家做完音乐了啊才走，而且半路不能再讲了，不能这样了。我们中国同胞没有这个了解啊，谈了一半他就拍讲，这个不行的，完结了才拍讲，对吧？这注意不要骚扰整个气氛，很注意，这些都是我们平常要留心。有人去参加礼拜去教会啊，都是因为某一个牧师很有名，哦，这个牧师去这个教会，他跑那个教会，这个牧师去了，他这个都不对。你来教会敬拜上帝，不是跟牧师走，不是跟讲人走，知道啊？来教会不是来欣赏什么节目啊？听见那个诗歌班唱的真烂，啊，怎么着批评一番？今天唱的很好啊。当然，你表示欣赏也是很对，但是你不是为了这种娱乐节目来的，来敬拜上帝。我们在教会安排这些程序、这些节目，都是尽我能力能够把这个节目做得好，让每个人来参加都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来，很有收获，都是觉得很好的这些节目。这是我们做教会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应该尽心安排。但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却不是为了这个原因，乃是要敬拜上帝。而且啊，你的心要对。我再说，这个心要操练的。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被别的东西来引诱，
被别的东西来吸引，很多时候自我中心，人是很容易自我中心的，不用教我们就自我中心，对吧？我们很容易的自私自利。小孩当他还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开始懂得拿东西和给东西的时候，他是拿得多还是给得多，很清楚的，对吧？啊，小孩很小就知道自我中心。我们人本性就是自我中心。中国人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这是人的那个坏那个劣根的，所以这个场面要矫正的。来崇拜，每个礼拜天就稍微调整一天。就你多不来做礼拜，你说我还是基督徒，你是逼着自己，你其实非常的自我中心，你都不知道，因为你这个自我中心的心没有机会调整。尽管你来了做礼拜，也不见得你是能够调整，因为你从来没有这种的解决，没有这种的心态。我今天一再提醒你们，来到这里参加崇拜，必须要重新注意，我们是要敬拜上帝，把自己放下来敬拜。来参加崇拜不是来交朋友，多交几个朋友，认识我们从福清来的同胞，或者从哪里来的，或者这些同胞，我们大家可以互相介绍工作呀，可以什么安排什么这个好的一些机会，这都很好。但是这个不是来教会的主要目的，你来教会能够认识的朋友，我没有女朋友，我没有男朋友，来到教会就可以交基督徒的女朋友，这个最好了。我也希望你这样，也很好，我都很满意哈。你能够在这里交到好的女朋友、男朋友都很好，但这个绝不是我们来敬拜上帝。记得啊，来教会有一个群体，这里可以有机会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能够帮助你能够发挥你的所长，这都很好。但是不是说利用这个场合来发挥你自己，来表演你自己？有些人很有表演欲啊，就难得有一群中国同胞在那边表演什么唱个歌呀、跳个舞啊什么，这个都是啊不太合适。能够有机会让我们发挥自己的所长，就很好的，不是来教我们要注意。好，那这边我提到这个崇拜的意义是什么？你这边写，那英语呢，它叫 worship，worship 这个字是 worth and ship 两个字组成的。worth 是什么？是很值得的，是很应得的。所以呢，崇拜上帝什么？就把上帝应得的尊荣归给他。这件事情是我们最值得做和最应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 statement， 这样的一个讲话，你们不懂。我们的敬拜上帝是我们最应该的，也是应该也最值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应该的呢？这个应该很清楚，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为什么是值得这样做？就是说值得，就是说对我有帮助的，对吧？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帮助？你比如说啊，牧师，因为你是牧师，你总是要想要帮忙我们拉开教会。没有啊，我很快要退休，你来不来与我无关。OK， 对我一点好处没有。我是为了你们哈、啊，希望你们能够常在主的恩中，常在主的慈爱里。为什么崇拜上帝是值得做、值得花这个时间？你把这个两个小时用在这个地方是很值得。为什么？这个什么帮助？说哦，我两个小时我就赚什么一个小时20块，两个小时40块哦，怎么搞不好小费多加一点到50块的？但是你来这里花两个小时是值得，为什么值得？问讲，有没有人觉得不太值得？我还在挣扎，当然有人不能够来，因为这是。不上班不行，有了不上班，老板把你炒鱿鱼，那我也不需要冒这个险啊。OK， 但只要你能够来，啊，你就进来。为什么值得这样？有谁可以跟我说一下，在你的体会上？对不起，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拿出来借给上帝，希望他能够悦纳。OK， 这样，这也是一种献祭，其实。对 ，OK 的，所以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是我们上帝，我们尊重他们，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在说，不但是应该做的，也是值得做。这值得这个词，就是对我有帮助，这个
是的，为什么对我有帮助？为什么我把这个两个小时腾出来敬拜上帝，对我有帮助？今天王亮也说了，靠着我们自己不行了，要靠主才可以。如果我们不来崇拜的话，我们就慢慢靠自己了。靠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OK， 很容易靠自己。其实我刚刚其实讲了很多，也都跟这有关系。我们人呢、啊，很容易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好不好？啊，有什么不好？啊，是什么不好？是肥呀、啊，又发财，真不好呀、啊。他会把上帝的位置给抢掉的。OK， 那好，这个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这个也是比较层次高。我就讲层次低一点的，人际关系上有什么影响？有一个自私的人，人际关系好不好？啊，肯定不好。OK， 你愿不愿意跟那个自私的人生活在一起？你希望最好不要。只要你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你怎么办？你把自己 divorce， 把自己解脱掉，你解脱不了，这个不好的东西在你里面，这个私事在你里面。我们多年前有个弟兄就张永新，他就写篇文章，他说：“这一个犯罪，一个死人，我只能背在我的身上，我脱不了。这个生活是一种这个生活。”你来敬拜上帝是帮助你脱离你的自私，而是学习从自我中心当中转移过来。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往往自己不觉得自己自私。等到你都觉得自己自私的时候 ，it's too late already， 太晚了。等到离婚了，才反省，哦，原来我过去那么自私，难怪我的配偶跟我不能够活在一起。等到那个时候，太晚了。挽回很难，对吧？在你没有出状况的时候，你能够常常被调整，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但在你的家庭生活如此，在你的工作岗位也是这样。你最佩服、最敬仰、最愿意去跟随的上司，是什么样的上司？这个很自私、自我中心的上司，还是个喜欢体贴他的下属的上司老板，这个也很明显，对吧？你希望跟随的，或者你去工作岗位上，你能够遇到一个比较好的老板。作为好的老板，就是能够关心员工的福利，能够帮助那些员工，是吧？那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参加这个崇拜其实是帮助你整个人生的面方方面面，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更美好的人。这个值得不值得？值得不值得？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团体，有很多不同的聚会，你想想看，除了教会以外，有那一个团体，那个聚会是每个礼拜定期的，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像你去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啊，什么这个父亲同乡会啊，什么这个什么上海同胞联谊会、大陆同胞联谊会，什么啊，这里很多不同的一些聚会，有没有一个团体聚会是每个礼拜常常大家共聚一起，要做一个更好的人？都有，我还没听完，可能有啊，希望有，但是我没听。只有教会来到这里，就帮助我们做个更好的人，这样值得不值得？听懂了没有？我希望你这次把这个价值观牢牢地抓住，不单是来参加一种宗教活动而已，来去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每天。有影响，对我们的前途有影响。假如你是个敬畏上帝的人，你是个尊敬上帝的人，你在做人处事上会有什么不一样？你就比较谦谦虚，对不对？基督徒，然后基督徒一个最明显或者最正确的表现，应该是谦虚。
一个四大长老的人，他还不知道什么叫敬畏。所以尊敬上帝，自然有钱。七仙杯这种的，大家都知道七仙杯是就美德了，是吧？谦虚是美德，但是你怎么能够培养你的谦虚？你越要你说我要比你谦虚，这不行。我学谦虚，我要学某某人，大家谦虚，这都没用。怎么能够培养你的谦虚？就是你对别人尊敬，是不是这样？谦虚是个 byproduct， 是个副产品。谦虚不是你追求得到的，谦虚是你追求一个正确的对象，能够产生这种美德。假如这个上帝在你的眼前，你都不谦虚，有谁能够让你谦虚？于是你来这里就学习谦虚。当你能够成为谦虚的人，你人生不一样，对不对？我希望你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真是值得的。所以呢，崇拜上帝是把上帝应得的荣耀归给他，也是我们最值得、最应当做的事情。所以崇拜的目的就是来荣耀上帝，来承认他的尊荣。崇拜的目的是荣耀上帝。OK， 这边可以写上去，有你会写。崇拜的目的来是要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就是承认他的尊荣，也是称颂他的尊荣，以他为荣。我们这个英语方面的一个了解，而中文方面，我根据这个大字典的正宗英译综合大字典，我做了那么大字典，我各位查了一下，崇是什么？崇是山大而高的崇，就崇高很高啊，德高位尊者或崇。什么叫拜？就两个手并下为拜，一个我们中文的拜就是这个拜，这个叫拜。拜就是那手，那个手自首，就是头到手，啊，这个叫拜，这个叫拜，啊，然后呢，这个手自地，这个头要趴在地上就要拜，啊，这个是中国的这个词典上写的哈，不是我自己做的哈，这里在写，头下来表示你在地上，那这个表示，表一个尊敬的表示哈，那、啊、所以崇拜上帝呢，就是对这个。上帝就要地首下行，地首下拜。所以呢，什么叫崇拜？崇拜就是必须心存尊敬，而且表现的尊敬。尊敬不但在心里，要表现。这边讲的一个崇拜是一个表现，一个合手，一手啊，下拜。这个所以一个崇拜要表示的，要表示来表达你的尊敬。这是我们在这个崇拜这个字上中文的要给你们了解。好，在希伯来文里面讲的崇拜呢，这个崇拜这个字跟俯伏是同一个字根的关系，这个敬拜跟俯伏是同一个字根，就同样的这个做出来服侍人的这个含义啊，所以跟我们刚刚讲的中文的这个了解有这个共通点。什么叫做崇拜？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基督教的了解，崇拜呢？乃是对上帝的启示的一个真诚的回应。假如没有上帝的启示，没有真正的敬拜。什么叫做敬拜？就是对上帝的启示，我们对他有回应。人因为上帝有启示，我们按照上帝的启示，我们回应他。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先要了解上帝的启示是什么。假如没有上帝启示，人不知道该怎么敬拜他。我们乱拜，我们今天我们中国民间宗教很多很多的这种拜的这种情况，对吧？有人听过，我没有真正去过泰山，有人看一些文章，就是、说泰山啊，那些人家到庙里面去拜，就是这个。我听说泰山很多石台阶嘛，石阶啊，一直上去。有没有谁去过泰山来、啊、给我们介绍情况？是不是？那石阶一直上去。那些虔诚的那些善男信女啊，都是一跪一叩，这样拜上去的啊。他们很虔诚啊，叩要叩的头，头破血流。但是我们拜上帝不需要这样，因为圣经没有说这样拜，所以我在说拜祭上帝或者是崇拜上帝，要根据上帝的启示来。不是你自己认为怎么钱，有人是要打自己的、编自己的、刺自己，这样没有事情，没有这样的必要，也不
是不适合这样做，上帝不需要我们这样做，敬拜是对上帝的启示一个回应。我这边崇拜上帝就好像孝敬父母乃是人的本分，是理所当然，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人的本分，我们人应该敬拜上帝，只有你不来敬拜上帝是没有守你的本分，是吧？就好像没有孝敬父母那是不应当的。这边有提到崇拜好像祷告，不单是一种活动，乃是一种生活，不单是一种活动，乃是一种生活，但是就是不单参加一个布馆，不是来两个手在这里，而是你整个生活上有一些的这个受它的影响，整个生活都是一个敬拜的生活。以上我会再讲啊，所以那是在上帝面前表示谦卑顺从的生活，定义荣耀上帝的生活，这是用生活来到教会崇拜。我们的目标要崇拜崇敬的目标啊，那这个对象是谁？很清楚，就是上帝。我们来敬拜上帝，不是敬拜牧师。所以这个牧师表现好不好，我依然的有敬。当然，牧师表现好一些，帮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敬拜；牧师表现不好，可以影响大家敬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来教会敬拜，不是因为牧师。有一天我要退休，我最近的感触。前几天我太太跟我说了，她说你知道吗？你后面那个头发越来越少，秃了。我说我没看到啊，我都不知道。但最近我发现前面也开始秃了，这个我都看到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有一天你这个年头，这个退下来，刚刚长期告诉我说，您退休了，我说我还没退啊，那您退了啊，不到一个年纪就退休了。有一天啊，不管我这个牧师做得好不好，我走了，我要离开，我要退休。那不管我在不在，你依然要来敬拜上帝，你不是来敬拜牧师，对吧？你记得啊，你来这里要敬拜上帝，不管这个牧师表现好不好，我依然敬拜上帝。我们来教会不是为了会众，会众好，当然吸引我，对我能够有一种温暖感。但是我来不是敬拜会众，会众好不好？我依然可以敬拜上帝，不会因为别人看讲了一句话啊让我难过，我就不去教会了啊，教会从此不去，这种的态度是不对的啊。不管教会的会友怎么表现，依然敬拜上帝。教我来敬拜上帝，也不是因为教堂，教堂好当然很好，我们现在有美好的教堂，进到这个教堂，我们这个心情都会好一些，很光亮，很整齐。我们这个教堂是不错的啊。是吧？你竟然很光亮。你听过那个牧师跟我们说，他去过很多教堂，他是周游列国来讲的。他说我们这个教堂就是亮丽的教堂，一进去很光亮，很多教堂很阴暗的啊，就很亮丽的啊。我们不豪华，很简朴，但又很亮丽。你进来就有一种庄严、开朗、光明的感觉，是吧？啊，那个很珍惜这个教堂。但是你来敬拜不是为了教堂。我去教会，这个教堂最漂亮的教堂，那些啊，到什么华美的教堂，当然你有个很好的教堂也很好啊，但是这个不是重要啊。敬拜上帝是来敬拜上帝，不是教堂啊。我们专心来敬拜。那我这里啊，第二页那边我是说啊，我列了一句话哈啊，这个啊，在诗篇九十五篇第六第七节，一起来念念的，来呀，这里。来呀、我们要提升敬拜，在造物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神上的，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所赐的名。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好，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来呀，我的牧师就做这个。来呀，我们一起来提升敬拜，在造物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敬拜的包括要听他的话。只要你虽然敬拜却不听话，你的敬拜是很表面的。OK， 啊，这问题上就写了，我说上帝是我们生活的主宰，所以崇拜上帝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须占优先的位置，确定这个优先的位置能够帮助我们管理时间，这个很重要。我确定这个优先的位置是能够帮助我们管理时间，这个原则不单在礼拜天我们应该要做，这个原则应该可以应用到每天生活的时间里。
就是呢，让一些彰显上帝荣耀的事情摆在优先处理的位置上。怎么安排你的时间？就是要想一想，我们这个安排的时间的用途是不是符合敬拜上帝这个大原则？比如说，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爱护我们的家人，我们多花点时间关顾那些需要的人呢，越软弱的人。这是跟敬拜这个是一脉相承。假如你把那个时间消耗在一些不荣耀上帝的事情上，跟敬拜上帝是有一些冲突的。比如说你整天上网看一些无聊的东西，整天去跟人家去上网去聊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有人去赌博换，我知道赌博不但是把那个钱乱丢了，是赌博往往花很多时间的。有没有发觉那个赌博的人一直坐在那边就不动，可能是几个小时一天两天，你要他赌输啊他没有精神，但是你坐在那个赌场上他就精神都来了，可以一天两天不睡觉，我就看过这样的人，他可以不睡觉啊，不眠不休就赌博。你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没有啊？希望没有啊。我知道有一个太太，她是喜欢放钱在那个吃脚趾，那个怎么说那个老虎机啊，可以坐几个小时，都放，那个时间就比较少。这个就是，这个是很简单又很重要的原则，因为每天的生活里，你想想我这个时间花上去，跟我崇拜上帝能不能连得起来？就连不起来的，你就应该要放下。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敬拜上帝是不能停飞的人生方向，确定这个方向就可以帮我们稳行正路。敬拜上帝是不能偏废、不能偏差、也不能废除的一个人生方向。我们确定这个方向，就能够帮我们稳行正路。那这个重要。还有这里说，崇拜先于服事，服事乃是崇拜产生的回应。就是把服事代替崇拜，就等于拜偶像。你不能说到教堂来，我们就忙着做这个做那个，没有来敬拜上帝的心，这是有问题。教会固然要参加服事，但是重要的还是要敬拜上帝。就在服事当中没有敬拜上帝的心，是忙到那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安静来敬拜上帝，这不对，这有问题。所以不要把这个活动成为我们崇拜的拦阻，与别神代替的话，他的愁苦会增加，要注意。崇拜是来讨主的喜悦，不是来寻求享受。会来那边，我说 enjoy。当然，我希望每个人来个中敬拜都是能 enjoy， 能够 relax， 能够放松，能够享受。但是主要不是为了享受，崇拜是来敬拜上帝，让上帝能够讨主的喜悦，让他能够得到得到欢心。OK， 底下我提到一些崇拜的要素，一些 major element 是重要的一些要点啊，要注意些什么？崇拜要注意什么呢？几个 point 的几点，我要大家留意。第一个，要注意上帝的话语。我刚刚说到，崇拜就是对上帝的话语是用你启示的回应，所以你首先要注意上帝的话是什么，上帝的道是不是真理？我们相信他是我们脚踏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们常常注意上帝的话。耶稣说他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就用真理诚实的用真理来拜他，这个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上帝希望这样的人来拜他，要求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上帝的话。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神学家的 John Stott， 他的真正的敬拜是符合圣经的敬拜，敬拜是对圣经启示的回应，就跟我刚刚所说的一样，上帝的话引发人对他的敬拜，这个是重要。我们不要以为我很虔诚，我们所谓虔诚是上帝的启示能够好体会，让我的这个敬拜的心能够被培养起来。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 comment， 就是说崇拜的时候你特别留意当天宣读的经文，而且要留意聆听你今天讲人讲的，跑过来了。今天讲崇拜的时候，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引用在那一段，主要那个就是那个上台读经的。今天是李世涛弟兄读经，他读一段经文是从那一卷书出来的，记得吗？有没有留意？
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有一段有一句话是很有名的，这个是第十二节，今天来读一到十二节，第四章十二节很有名的，除他就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施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对吧？你听进去了，这句话留在心里了，你常记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哦，你要念从另外一边方面来说，就是他能够拯救，因为有他有拯救。所以有一天，假如今天这个礼拜你遇到什么难处，觉得很为难，你记得这句话，还有耶稣可以拯救。你这一句话就留在你的心里。你假如看见某一个情况，你觉得哎呀，这个情况让你觉得很悲哀、很失望，你记得还有耶稣可以拯救，人生还有希望。所以在崇拜当中，你就记得上帝的话，留住上帝的话。常常想念的话对你有帮助。 OK 啊 OK 啊，很高兴啊，保重 OK。 那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这个敬畏的心，又有敬畏的心，又有其实我是刚刚已经提过了。那这边一起来读一下大卫王所说的这句话，大卫王说，至于我，一起来，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整整遍下来。我也很喜欢这种，我常常祷告，我跟你们说，我们纯净的心从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宝座来下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纯净的心，在敬拜里面要注意上帝话语，在敬拜的时候要注意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所以我底下有一句话，就说崇拜是面对无限伟大、极其圣洁的上帝，所以敬畏上帝，敬畏应该是自然和必然的反应。大家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想到你现在敬拜的对象是无限伟大而且极其圣洁的上帝，敬畏就应该是敬畏应该是自然和必然的反应，对不对？所以这样啊，你没有这个 awareness， 没有这样的了解，大家就会很清楚。所以这个 John Stott 他说，我们很多时候敬拜显得很轻很轻浮，甚至于无礼的地，我们很多时候在上帝面前很轻浮，没有礼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反省。好，崇拜里面的要素就是真诚的赞美、真诚的感谢、真诚的奉献，这是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啊。敬畏要真诚，不是作假的，不是表面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敬拜也包括圣洁的生活。比如说礼拜天，我非常的虔诚，但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就另外一个样子。我太太给他先生说，我巴不得你天天都去教会，你去教会的会虔诚好，但是你回家就不一样，那就很麻烦。有牧师的太太对牧师说，巴不得你在讲台上天天都在那里，因为在讲台上表现最好，一下讲台就另外一样，那也很麻烦。我希望太太你这么讲啊 OK。 那我们都是要注意这个，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都要注意。一起来念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一段，把十五章里面说的全念。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心如喜悦的人听他的话，听命定时献祭，顺从神供养的时候。以下弥迦书再读，是的，耶和华祭是你作为上，他向你传道的说教是什么呢？只要向心意你好怜悯，纯洁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OK， 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祭圣洁的，向你和谐的，你们如此侍奉，还是你所传道的。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讲生活，行空要好怜悯，纯洁的心与上帝同行，就讲生活。认真的虔诚的敬拜应该能产生圣洁的东西。我刚刚说过了，为什么敬拜上帝值得？因为这个帮助你能够产生美好的生活。只要你没有认真的敬拜，你生活乱七八糟，你自己不知道，迷失了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希望我们能够常常被提醒。好，
们讲讲这个崇拜的内容的安排。大家有留意一下，我们在这个程序，我们的崇拜的程序单里面的一种安排啊。我们进来应该是开始我们的这个安静的时间，先的，我像刚刚提到，大家早一点来，早一点来布置谈天说地啊，那个还是今天教会自己先安静默祷啊，我先安静啊，感受上帝的同在，我祈求上帝与你同在，然后呢，我们有认罪的时候，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有一个认罪的时间。大家注意，我们开始崇拜，一开始唱啊。头一个祷告，在这个领导师以后一个祷告呢，就是认罪的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保守。我们有赞美的时间，我们有聆听的这个时间，领受他的教导，我们有奉献的时间。那奉献是，大家知道，在崇拜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有人说这就是唱歌，大家最高兴就唱歌。有人说定讲道啊，这讲道上面的教导，这个重要。其实奉献，这个其实崇拜最重要的是奉献。奉献是崇拜的高潮。来到对上帝表现尊敬，你怎么表示呢？当然歌当然很好，听他讲话也很好，就我们对他有个奉献的表现，这是崇拜的最高的表现，就是最合适的表现。我们把我们的礼物带到上帝面前，其实我们奉献不单单奉献我们的金钱，来奉献我们的生命，来上帝面前说：“上帝，我愿意奉献，能够服侍你，能够跟随你。”这是一个在崇拜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奉献也是很具体的来调整你人生的方向。为什么奉献？一个人基督徒为什么奉献？因为上帝缺钱是吧？上帝家里没钱开饭了啊，是不是这样？要你来帮补一下。为什么奉献啊？人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奉献第一，我们感恩是吧？感谢，纯感谢的心。我们表示我们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恩典。还有人为什么奉献？我们表示爱呀。我们爱上帝，我们表达你叫做爱谁，送东西给人不一定爱，但是你爱一个人，你肯定会送点东西，有没有？你总有一些物质的表现，是不是？你爱某个人，啊，怎么说？你很爱他呢，常常也可以从他每个没有给他买个礼物，你大概你很爱他的，有没有？啊，奉献是感恩的表示，奉献是爱的表示，奉献也是喜。奉献的表示，我们相信上帝是供应我的，所以我愿意奉献，对吧？所以奉献也是我们对上帝一个表示尊崇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示。还有跟着就是崇拜的果效，就是这个崇拜的这个跟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愿意顺从，从今以后要跟随主啊。我这边有一句话说，崇拜者都没有帮助我们驱策我们对上帝更加的顺服。那就等于没有进化，这个是在圣经课程里讲的一句话啊。所以你发觉这个崇拜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要素，不单单是安排一些节目而已，我们通常必须都有一些地方我们都会要掌握的。所以在这个崇拜的程序上，必须在神学上正确，在心理上真实，在人性上有意义，这是一些重要的了解。在程序上，在神学上要正确，在心理上要真实，在灵性上有意义，在神学上正确，在心理上真实，在灵性上要有意义。所以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教会的环境都可以敬拜，但是不是任何的崇拜程序安排都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美好的崇拜的气氛当中。这也是个事实。你有时候去教他们的崇拜的这个 program， 安排的不好，乱七八糟，你就很难安静心来。所以这个崇拜秩序也呢，需要注意了啊。所以大家注意敬拜，不单单唱唱歌，有些人认为我们唱歌就是敬拜，唱歌是唱崇拜的一部分，不是整个敬拜的程序。翻到第四面，大家留意，
我们教会的程序表，你们大家有没有带着我们今天的这个周刊？有没有成为这个听声友啊？那上面你就我看到，我就分开有大这个大饼的赞美的敬拜、灵定的敬拜、奉献的敬拜、团结的敬拜，就是生活的敬拜。我发觉啊，就是整个环节、整个欧馆都是围绕着敬拜，不单单在账目虚构的时候敬拜，我们有赞美的敬拜、灵定的敬拜、奉献的敬拜。环境的敬拜，人生活的敬拜，这个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奉行正道，我们就是说我们继续带着这个信仰啊，出去我们生活当中，那这是整个崇拜的这个程序嘛。OK， 好，我们时间差不多，那底下那些给大家参考就好了。你知道这个有关的这个事例，用以赛亚书那一段来看到这个敬拜的不同的一些形式，这个图表也表示这个敬拜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流程是怎么安排的啊？就是奉献放在最高潮了，带着平安能力，带着侍奉，我们离开。OK， 我要看到第五页那边啊、看一下啊。好，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来教堂参加集体的敬拜？我们个人在电视机面前敬拜有什么问题？现在有很多打开电视机都可以敬拜了，有没有？打开电视机能不能敬拜？不能的啊，不能。有的就是有一天你不方便到教堂来，或者生病了，怎么样？那也很好，在打开电视机，有些很好的节目，很好的讲员都不错的。但假如你能来教会，还是来教会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为什么来教堂一起敬拜比较好？所以 在家里啊，泡一杯好茶，然后翘起我的二郎腿，然后这样不是更舒服呗？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来教堂崇拜比较好？好，还是个拖延时间哈，我们都走了大概哈。第一个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怎么说？彰显上帝的荣耀。参加崇拜就是大家一起能够彰显上帝荣耀。大家想想看，假如教堂里面小猫山鸡两只在那边崇拜，这个味道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大家假如去过欧洲很多教堂都空，没有人去做礼拜，这样上帝有没有荣耀？哎呀，你们怎么敬拜上帝的人去哪里了？只要你们到教堂，大家都很兴旺的，很多人一起来，会不会觉得不一样啊？你们所信的上帝很棒耶，啊，大家都敬拜他，上帝的荣耀。所以你们就说，哦，我不来没关系，别人去就行。不是啊，你不来，上帝少了一份荣耀，是不是这样？大家一起来啊！今天大家一起唱歌。我前两个月跟大家说，我希望今年年底啊，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能够唱一起唱弥赛亚，但并不弥赛亚啊，零度呀！假如大家一起唱，那很荣耀啊。但很可惜，没有人回应。我要呼吁大家，就大家四班的，没增加几个哈。假如大家一起唱诗歌，一起来敬拜，那个气氛不一样啊，上帝的荣耀。假如你不来，上帝的荣耀都。因为你的缘故是受亏损，是吧？而且这个了解。另外呢，这个啊，我们大家一起就表明我们这个属天的国度，属天的国度。我们一群属天的子民，就是向这个世界来宣告，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一群特别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人类。这天主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民，要叫人全家站在基督的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徒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属这个世界。另外一群人属于上帝。假如我们大家共聚一起，这个群体，这个国度的群就显明出来。我刚刚讲了欧洲，很多地方你就感觉不到有一个群体属于上帝，没有，你看不到。你来到这里发现一大群的人都是基督徒，大家一起你就发现，哎，有一种能力，
有一股力量在这里，一个认为跟一般的熟的人不同的群人在这里，就表明上帝这个属天的国度果然在人间彰显。另外第三点就是见证合一的精神，见证合一的精神。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很多不同的人都可以一起的。这边说并不分犹太人、加利利这些说，犹太人和希利利人，犹太人、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世俗的、唯独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很有意思。我刚来这个教会服事的时候，绝大部分95%以上是台湾来的同胞。应该说这么大陆都不太容易出来，没有什么住到来。香港的人也很少，在这边就是2-3家，就95%以上的台湾的。但是现在慢慢改变，现在中国大陆人来到我们教会是比台湾人更多，比香港人更多了。他们60%差不多是中国大陆来的。你知道在台湾人当中，他们也分了很多，就是台湾也有本省人，有外省人，没听过这些讲法。他们有本省人，有外省人啊。中国大陆人也有不少，有不同的，也有是闽南的，有闽北的啊。我们福建是闽北啊，跟闽南又不太一样，对吧？我们是有上海的，有人是北京的，有人是四川的，我们是两岸三地通通都有。能够大家共聚一堂，这个其实很不简单。我常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台湾来的跟中国大陆的一起在台上一起来领餐，我都很感动。中国大陆统战部做了很久还没做到这个地步，我们能够可以大家一起彼此能够接纳，彼此扶持，彼此鼓励，这种合一的精神在基督里面。你只能自己在家里看电视，就没有这个情况，对吧？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第十点就是说，彼此鼓励，彼此极力扶持，我们彼此极力扶持。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希伯来书这一段，彼此相互激发他的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是停止完成了。倒要彼此劝勉，即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扶持。我们大家一起互相来激励，你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互相努力，你就能够有进步。所以为什么要大家一起来共聚，不单单在家里，假如有一天你真的不能来教会，你必须在那里，那也可以。但你能来，你知道这是荣耀上帝的，也是表明我们属天的国度，也见证我们这个合一的精神，也和谐彼此能够努力。好，另外提醒一下，这个在参加崇拜以前有些准备，就是呢，你平常注意你的灵修生活呀，注意身体要有休息呀。另外，六晚上不要搞得太晚啊，然后你就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那就要注意了哈。来参加崇拜呢，就预备好你的心情，预备好你的衣服，预备好你应该带给上帝的礼物，你就预备，就是心里要准备啊。你不要说临时的，因为是一大早起来就跟太太吵架，麻烦你心情没有预备好。衣服该穿什么要准备好，或者随便穿一个，穿一个不要穿一个拖鞋啊、短裤啊，那种我们要好好预备啊，认真的我们来敬拜，如果需要正敬，崇拜是需要操练。好，那我简单底下讲一下，我们教会有一些一些特别的摆设。礼堂，这个礼堂这个英语的内吧是表示挪亚方舟的方舟，进来就得到平安的意思啊。我这边有些解释。大家进来，你发现我们圣坛放在礼堂的中间，你会发现在十字架底下这个圣坛，就表示上帝的灵在，上帝的中心。那个读经台跟那个讲台都在旁边，就表示我们这个崇拜是以上帝为中心，人是放两边的。我们的诗班也都在旁边的，也发现有一些教会他们不一定这样安排，他们的诗班就在台上，他们的讲台也在中间，那我们讲台是在旁边的。有发现，这表示人是站旁边，只有上帝在中间，这是一个神学上的了解。OK， 要注意。我们在这个讲台上，有一个这个圣坛上的什么东西的意义吗？圣坛上的什么东西？圣经和蜡烛。有圣经和蜡烛，其他应该没有，就是放奉献袋啊，奉献袋是应该放旁边的，圣
圣圣那个那个祭坛上应该就有圣经的蜡烛，蜡烛表示是耶稣基督的临在，当我们点蜡烛表示基督临在，圣经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中心，圣坛就是上帝的临在，是重要的，这是不是有意义的 ？OK， 那啊。我们在这个范畴后面呢、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在一年当中，我们有些穿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制服啊，我这个穿这个牧师的制服这个硬领，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大家知道为什么有这东西？这表示做奴隶，当年那些奴隶就是铁圈子，这个铁圈子的扣着啊，就当奴隶，所以我是奉主的名当奴隶。当众人的仆人，就为主的缘故，这是当奴隶。就你到欧洲去，那些牧师他们一块，好像一块平板这样的，就是一个枷锁的一个象征。就当年做奴隶有一个枷锁的人啊，所以这是当奴仆的，可以穿袍子。我们通常圣诞礼拜我才会穿袍子，也都是做仆人、做牧人的一个旗号。然后我们有些颜色啊，我穿袍子的时候，我会挂一个肩带。就比如说这个复活节我们用白色这个玉虎旗用紫色或者黑色，受苦节用黑色，在耶稣彰灵旗就在这个圣诞节之前，这个彰灵旗就用蓝色比如尊贵，然后呢圣诞节和圣灵彰灵节用红色表示喜乐，表示火热，其他大部分呢我们用绿色表示这个继续成长，由你来正常礼拜我们就有穿这个袍子不同的颜色，大家要知道。在这个礼堂以前有前面有一个圣餐桌我看看这边叫洗礼盘，这个洗礼盘这个洗礼盘放在礼堂的门前，这表示呢我们经过洗礼才进到这个圣殿，这是它的特别意义。进到这个礼堂以前，我们这里说这个洗礼盘就是我们经过洗礼才进到上帝的恩典中，进到圣殿。这个我就今天简单把这个刚才讲一下。那回去我为大家注意几个事情功课啊，这个功课就是这个属灵的这个教练礼赞呢，我发了你们，我这边可能印的不够，你们一家就来一份就好了哈。这边有两个教材，一个十这个十一，一个十三，我先把这个十一张发过来，大家拿一份一家拿一份就好了看够不够，觉得还不够，你等一下我再印给你这个十三，这个也是拿一份这个十一 ，OK。那大家回去我鼓励你看看这个，就你真的不还没有时间看了，就你真的不想看书，那没关系，你就还给我，我也不考试是吧？不考试。另外我也鼓励大家用同分篇录第一层来读经，假如你没有这个书，你来能跟我跟我我想应该办公室上买，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应该要付点代价，一本书5块钱我没有拿你们一毛钱就是给敲回了去等一下到办公室去买一本用这个来读经。假如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你留意下个礼拜天，大家留意你们在崇拜当中每一个程序，你留意一下。然后呢，下个礼拜回来然后跟我说一下你这个需要有什么感受有什么学习。OK， 那你应该每个人有两份每名叫两份，十一跟十三拿到没有？这边还有一个十三，是要十三。十一、十三。十一跟十三有了，有吗 ？OK， 好，我再讲一点我们的功课就是读这两章的书，另外去用同分篇录来做灵修读经。然后呢，下个礼拜你要留意你去崇拜的时候，你留意每一个程序，然后回来跟我说你什么感受。你今天讲的这个崇拜对你的怎么会影响？有没有问题？今天讲的过了一点时间有没有问题？好，那没有我们走这个号。多么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学习。我们人的声音要停止了，就你继续的帮助我们，你的生命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我们有更多认识，我们能够更有成长。我们求主自己带领，
众弟兄姐妹他们要回家了，这里求主保守他们，带着平安喜乐回去，带着主的荣光回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